别犹豫，别后遇，别我与将军，哎呦我操，开了个混响。喂，哎，将，就你要元气满满，鬼将。混响也太吓人了吧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混响，搞什么混响？没有混响，我刚才有混响。鬼将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哦，元气满满哦。锦将今天是垂头丧气的一天。谁？我呀，锦将。锦将怎么了？锦将。锦将今天被蚊子咬了很大一个包。你他妈的不可能，明天得出不来了吧，大哥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明天一要早上带大哥去医院。不可能。牛皮。Hello， 沈雷。有点反应，大哥。安排上。爷爷在门前。月夜，别坦白，别让故事精彩。别不安，是玩卡靠谱吗？各位大哥大姐。对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哎呀，18岁小姐姐的声音就是好听的。别喜欢，妈的，就是比我们那个好听是吧？我唱起的勇敢，稍微就差好听一丢丢啊。那确实，说实话，确实好听啊！这还不用说，对不对？我天，听到马发他的声音了，都痛了。别允许，别允许，别参与，别自己说自己过不去。这姑娘，你是不是家里面喂了一个超级大的蚊子？天天没事就让它吸你的血压里的吧？是啊，我家饲养蚊子的，然后对吧，它有时候会放出来就吸血，知道吧，在晚上你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它就扎出一个他妈的比你妈的就是手拇指还粗的针管扎进我的肉里，然后就开始吸血。牛皮，我安排上了。夏娃，夏娃好，兄弟站起来了，玩卡靠谱吗？爷爷，别喜欢唱起的勇敢。什么？别揭穿。不知道，我感觉他的麦克风声音很响。不是，他麦克风声音里面有人放歌。别垄断我想你的夜晚。现在有个外号叫飞天蝙蝠，能在飞。别刺穿我抱过的不堪。别交代我爱你的病态，多草率，除了你都不爱。别犹豫，别偶遇。刚你稍等一下。稍等一下。好，又加出问题咯。我本来电脑重启或者乜都先至会有嘅，你知道吗？又加出问题，稍等一下。中了。那我去。这个干嘛上？当坊间最善舞的女儿死了，京城就该有一场大雪。
雪摇曳回风，诗意灵魂更迭情缘，总管用轻浮的茂盛淹没深沉。有谁不是少年热诚，孑然一身爱一个人，忘记了匕首温柔眼神，写得出最刻薄的自问，一起敲着永沉，却不忍是你好分。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幸错付终身，最先动情的人过去里这首歌有男版的吗？当房间最上午的女儿回声，哎，没有男版的吗？我想听男生版本的。幸福的梦，有男版吗？男女对唱版。到房间，漂泊的雪摇曳回风，诗意灵魂更别情人，总管用轻浮的眸神淹没深沉。有谁不是少年热忱，孑然一身爱一个人，忘记了毕生温柔眼神。我第一个摄像头，我是那个训练场训练一下我的枪法，训练过几次我来我就退了，我退了之后他就跟我卡在卡肩边了，你笑着永存，却不忍是你好分。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幸错付终身，最先动情的人过去里人冷为人沉。我爱你苍凉双眼明月寻常，不远万里可入心门，一个孤僻的春摘获了你手可不好听。没事，我三天之内杀了他。别人又不在乎呢。男版他不疼 早晚不得来吗？太阳也会风，是一灵魂更迭情缘，总管用情妇的陌生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我跟你说大厨，我上哪去了？有谁不是少年热忱，孑然一身爱一个人，忘记了匕首温柔眼神，写得出最刻薄的自问，一起敲着永沉，却不忍是你好分。我也算万种风情是非两人，谁能有幸做负重生，最先动情的人不去理人伦。嗯，一般拉我好不好啊。哎，准备喂啊，来了来了，就开干了吗兄弟？这玩意儿能低一点吗？太高了不好录啊，这个装修啊。这谁的？这啥时候？大哥啊，我的在装修，烧的。我操，这灰呀。哎呦我难受啊。
的。哎，我刚听那版本啊，是他的啊。我还得擦亮双眼，明月星辰，不愿万里孤如行马，一个孤僻的春，摘过了你手根。昨天晚上我唱歌唱那个保留，我昨晚唱保留，隔壁邻居我们上下楼邻居过来投诉我了，上我们楼上那个邻居叫了保安队长过来投诉，敲门当当当当当，上班睡觉啊啊，一点半的唱什么歌？泼妇，那个手机的，你在我眼前。不去猜想我们，我今天那个隔多远，就是多睡十分，我去看那个国漫，快把我哥带走，我笑死我了，我操，我推荐大家去看，只想让沉默的电影也看了，能开解生活没乐趣，我有啊，在不同的遭遇里，我发现你的瞬间，有种不可言说的温柔直觉，在有心的深夜消失之前触摸你的脸，我情愿的是幻觉，也不愿是种告别，已经忘了你的名字，就在这座已经心事，怎么还有你的样子？不要管这么大嘛，我忘了，我以为我是对台的，是生的冬兵，鼻炎。皮炎症小鬼，什么鬼？这不是我的名字。鬼将军，救命啊！金一一，鬼将，鬼将今天元气不满满。鬼将今天好像放了满满的一天了。嗯，下午了吗？饭起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我刚才唱歌去了，哼了哼了歌。鬼将元气满满，鬼将。你唱的啥歌？宝莲。battle 一下啊！好。哈，你跟我 battle 兄弟，你玩的，不好意思，玩虐好吗？我有，你们两个逼，唱歌不是五五开吗？谁家在装修啊？飞哥家装修啊，不是说了吗？刚才说他是在家里装修还是家外面装修？家外面装修，肯定是楼上楼下在装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自己家装。你干嘛呀？这么恐怖吗，兄弟？你家一边装修一边玩？大哥大哥接我啊，大哥，去年我在装修的时候本来他们告诉我是不吵的，哦，本来他们告诉我是不吵的，哦，有人，哎，我有手枪，不怕，大哥你要看什么，大哥他跑了，他跑了，这个东西看到了手枪跑了，妈了，哎，被挡住了，瞄准一取下的，别开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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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找一个牛逼，地打地打，兄弟，哎，这个逼下来的刚，哎呦他妈的，打脑子，我去，哎，上车，他们还有，还一个在车里，还一个在车里，还一个在车里，没枪了，没子弹了，就这是子弹，哇，这，后面还有个人，把他清补了吧。碾死他，碾死他，爷爷，可以，够了，打死你！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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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唰！唰唰唰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！啊，你们是三人组，早说呀，我就不等你们了呀！唰！哎，我没有撞死他啊！我操，自己人呢？没事，等一下过来接你的，兄弟。唰唰唰唰唰唰唰！
我靠，我的枪可以吃到男人飞的胸里面。大家撞合了啊！哎，大哥，不要带急眼的。上来他妈的就是要安排自己吗，兄弟？把枪扣起来。没子弹呢。不要摔死。我估计死在这里了，兄弟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大哥。两个在这走。啊，走。不是还有个女孩，不是在千里之外吗？哎，那个女孩不管她了。我习惯了。她一直是个男孩子。哇，稳扎稳打，快点。对啊，还有图图。啊，还有图图啊！有车来，有车来，飞哥有车过去。啊？我知道，把他。两辆。哈！来，大哥。来了吗？有个头盔，二级头。我来了，大哥，我来了。爽的一批，还有连喷，两，应该是满编的。两辆，感觉不对啊。两辆，我们刚才打死那个人跑了吧？那一段。两辆啥？两辆车。哦，到哪里去了？他刚才叫你两辆。开去你们那了。没有啊，我叫两辆兄弟。娘娘，给你请单了，娘娘。看的一批。什么电影？快把我哥带走！把我哥带走，不是出了过的吗？这个电影。那是他看的是漫画，动漫。哦。他看了一批，越看越想。爱的飞碟。太好笑了。那每一集都把你笑吐。那你吐了吗？吐了，满床都是。哎呦我操！这么社会的吗，大哥？吐到地上。真的吗？我怎么听到这个小破财？哦，我吧，是不是我吗？啊、哦，是的。我靠，这也太穷了吧，这四合院。大哥，这里有个车，曾经来过人。这个是刷的。我就搜半天，搜一把喷子。走走，有绷带吗？没有啊，大哥。我操！我有快速弹夹，你要吗？装不上。这里二级夹要不要？别急，稳扎稳打。二级什么？二级甲。要，来了。那个标到那个塔楼那里，喂，那个塔楼，小塔楼。我捡到，我在这里捡到一个。哦，那里去了吧？嗯。图图，你不过来了吗？图图。有点小爽。怎么了？你们又没有媳妇儿，叫我一声老婆有问题吗？啊？这么恐怖吗？现在？现在这啊？现在就直接就站起来了吗？不是，你现在已经渴求这样的感觉了吗？图图。你现在是要换路线直播了吗？不要呀，你那条路线是会掉粉的，没有人喜欢让男人当他老婆。那有声啊，那个是读的其他的啊。不错，啊，跟我们玩的这个小姐姐是个男的啊。我开了变声器。他跟你看变声器声音都比马化腾声音好听，哎，我天哪，马化腾能去死吗？我操！就马化腾说长得像个女的那点，我觉得他没有哪点像个女的。马化腾现在应该打喷嚏了，估计是的，从床上打个喷嚏直接滚下来了。我操，那是喷射机啊！嗯，拜拜。真的？哎，那两辆车去哪了？哎，图图跟马化腾完全不一样，这都跟你说，图图是除了打个喷嚏能在床下，除了长得不像女的以外，其他都是女的，而马化腾是除了长得像女的以外，其他都不是女的。你说我长得不像女人？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像女的。啊，他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图图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长得像女的，他说你男孩子嘛。他就觉得你不像女人。就是这女性特征不是特别的明显嘛？我这么甜美，甜美，你居然说我不像女人？就是说你甜美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除了你的发型帅一点，还有哪里是像？太狠了！图图，不是我说的啊，图图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。图图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你不能对我动手动脚的。飞天蝙蝠，我操，这不是柯震赫吗，兄弟？飞天蝙蝠，绝地柯震赫。绝地柯震赫，站起来了，兄弟！绝
绝地蝙蝠侠，兄弟。我没有长枪，你有长枪吗？我都这把枪都没有，大哥。我有个歪把子，你要吗？歪把子。歪把子是个什么枪？就那个。哪个？大盘鸡，大盘鸡。大盘鸡叫歪把子。对呀、啊。谢谢甜甜姐姐的500个小飞碟。哪里有？哎、我哪里有3次了，兄弟。真的瞎了眼，连这种女的都要送。是我的全是娘们，不是我的榜17个都是娘们。还有3个是人小号吧？我疯了，还有3个是有老婆的。啊！牛逼兄弟！那你不好好反思一下自己？你们为什么这么爱上图图？你们喜欢图图是什么？图图改还不行吗？图图你改吗？怎么了？你们的女生用钱不是都应该用在化妆品上啊，或者好看的小衣服上啊，怎么能用在我这种同样漂亮的女人身上？我我就凭这个，我直接取关他。我已经知道你的观众为什么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这种长得像女的，然后臭不料要脸的样子，他们永远都不敢这样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别人女的真的永远都不敢这样，就你无惧一格，他们是要拜你为师啊。有人要扩容吗？我这里有两个扩容。这都说的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啥都没有了。我刚要到，你们就要走了？说完了呀，说完了，说完了呀，这里没东西啊，大哥。我刚过来呀、啊。你跑了5分钟还没。有人要扩容吗？我有扩容。要。都是要不扩容？可那个粉，那个要不要扩容？兄弟有吗？红草莓的飞机。红点儿有是有。但是我的手枪用上了，我给你吧。别送了，我的网页放不下啦。网页放不下，这么狂、啊，这么。因为我的网页它是不是我的网页它是那种我只能看到一小半，就是弹幕那里，就已经放不塞不下了。我只看最多只能看到3个礼物。太血腥了，兄弟。哎，玩了 APS 过后，我感觉我他妈走路都能打药，大哥。我感觉边走边打药，我准备还在来个滑铲。好玩啊，不好这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好玩，挺好玩的。大哥有车吗？有车吧，兄弟。走啊，我这里不，你不是有个车吗？我这里个蹦子，大哥。我在这里走了好多圈。他刚出的时候，我场均冠军了，我都直接把他删了，玩了3天。他是挺好玩的游戏，挺好玩的。真的，场均冠军。场均冠军牛逼。就是把把都是冠军呗，直播打的兄弟，真的打10把，11把都是冠军，牛逼牛逼，11把都是冠军，牛逼，真的，打游戏真的挺好玩的。坐2个人呐、啊，有一个人注定只能靠走。那个人有车，那个人有车，还要换车了，兄弟。那个大大大，怎么？血脉呀、啊，你玩的是？啊，很猛的。我玩的是那个绑架手儿，我玩的是那个机器人，拿绳子是勾的那个天命英雄。啊，那个英雄挺厉害的，机器人还是挺好玩的。机器人可以搭桥，对，机器人可以搭桥。边打，奶妈是边打，边回血还边发育，找人干，干完了就要办公了。天老了，哎，因为那游戏真的。可能我不怎么 care， 我玩3天我觉得我就把它卸了，就是我不怎么 care。第一，它会影响我们吃鸡的时候；第二，特别的乱，没有太多的战术需求，还有那要深度挖掘那个战术才能有战术，它没有那种轻度可以配合的战术。反正，哎，我这里刚看了个人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走的时候不带我，走回去的时候也不带，去的时候不带我。大哥，这是我们队友，大哥。走的时候也不带我。我来来来，图图，我来接你，我把这个车给你。这来、啊，你上。我再给你个这个，图图来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哎哎，车了，兄弟，什么鬼？你真是好人啊，小鬼。啊，不是你大哥，你不是。啊哎，这，图图，兄弟救命啊！图图，怎么被抓了，大哥？你这怎么玩着，我就要到车下来了，兄弟。啊！怎么少个人就反正要少个人出庭，那个人都会跑路，大哥。走着走着，车到你们身上来了。等着我过来接你，等会下去，自己过去。啊！
什么鬼啊兄弟，他下去了下去了，我操，你都太狠了吧大哥，我把这个车子给冲到面前，你居然叫我滚，太狠了，双狙没有枪啊大哥，接我一下吧，接我一下大哥，再晃点集合吧，在这个点集合，完了，我们这里没有车啊，我得跑路，来了来了兄弟，走走走，哇还是小姐姐好啊，天哪，他妈的大哥，走走，我把你他妈的送去，他把我的车给剥夺了，啊啊，你帮我讲，还是小鬼好啊，这个三心二意的人，你这个人太过分了，太恐怖了兄弟，太残忍了，哇，我这个车身跟那个装潢身简直是同步好吗，爽的呀，我建议你们找个车，在这帮你们找个车，我现在是没有战，我现在是战斗能力比较弱，不过翻嘛爷爷，我让你头着地了，跟小鬼说再见快点，拜拜，跟我再见干嘛呀，你们不找个车吗，哎，那里有个车吧，那里有个车吧大哥，哪里有车，现在这么高个空投枪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。右手边有个车，二幺零，二幺零，你们后面。去接他一下，接他一下，接他一下。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，错了。哎，救命了，大哥，你喝的恢复开车了，爷爷。你来。你这动不动就触地，兄弟，你这。爷爷，这攻击终极加法，爷爷。你太吓人了，你这个。你来，爸爸，你来。马上，一会儿来，一会儿来。哪里有车？哪里有车？那哎，给你标点，这里黄、啊、蓝点有车。哦，蓝点有车。到底哪个才是真空投啊？我真的他妈来气。这里超级空投，赶紧过来。稳住啊！超级空投，赶紧过来。你他妈！马六现在立刻马上。马上！就在这座。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公主。姑娘，要不你开这个车先走，我去接她。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他把什么车开走了？他开蹦蹦，没事，我们这个车牛逼。好，这个车我们不会上。超级漂移法。走走吧，大哥，玩。他都已经快到了，王点那里。我操！来我这。稳打啊兄弟，稳扎稳打，我都没有长枪，你看我这两把枪都是撅，我就一把大盘机和这个 M160 你要吗，哎，可以，换一把，你要哪个嘛，你要哪个我都行，我都能打大盘机儿噻，可以，那可以，别换了，还有他杀的人来了兄弟，来了，我们在路上呢，没有停过车，哇大哥这么血腥吗，上来就去抢别人空投，哎呀我，哎呀哎，大哥，别急啊，别急，看到没有，兄弟？啊，不会让你，这个车不会让你干嘛？连翻五个空投都没翻，车只扣了一卡，他妈血！稳扎稳打，兄弟。我们直接走马路上过来啦！感觉会死啊，走马路，兄弟。别怕呀，好男儿当自强。那队人在哪里啊？我嘛过去干一波兄弟。那队人在哪里？飞哥，你标个点来。哎，上面有个人，大哥。还好你没死。我不知道。就他，就剩他，你就剩你们头上那一个了。好像灭了哇，我们也太厉害了吧，我操，真的这是人类在玩游戏吗，兄弟，操作太走走，你用我的这个98K吧，我把这个给你、大盘机给你，我不要，如果头像声音不同步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换个节点，98K 是吧，98K 地上找，看到没，哎，我为什么98K 捡不到身上来了，捡上了没关系，我继承飞哥的酒吧。
嘿嘿。啊。嘿嘿。有个人在向你靠近。胃口和 AWM。啊？什么人？一个女的。就给 M24哎。不要哎，我想去拿三头三甲。嗯。一顿乱穷啊！现在大哥，还有三头三甲吗？图图，没有。那、啊、他们这个甲拿到哪去了？老母鸡哦！没有556全自动的枪吗？在这里吗？这都是些啥 ？M4 全配，地上。来呢 ？M4 全在哪里啊，兄弟？全配在哪里啊？这里，在我这里。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我这里。我拿了，我有八个大包，是不是太多了？我在你，在你这里，有没有八倍？我丢三个大包吧，要六倍吗？我有六倍，六倍不用。消音有没有啊？7.62有没有啊？没有，这东西太奢侈了。我这帮人还是有点小肥的呀。哎，这里有个，这里有个这个吧？飞成牌，飞成溜球，我已经飞成猪皮了。飞成你妈个猪头，兄弟！我要过阵子，我要看那个新版的那个皮卡丘，哇，好玩的一批！那个皮卡丘说话贼糟，我靠，你居然可以听到我讲话，是吧？那个皮卡丘？对，那个臭嘴巴，就说，哎，你居然能听到我讲话，外人那些就只有主角。这皮卡丘，就是皮卡丘，他都贼好笑，臭嘴巴。他在那里疯狂骂人，我看那个预告，他在那里疯狂的骂人，那人还在觉得他。他那个比卡就是你一定要成为神奇宝贝那个训练大师，我不想成那样，你不想论你不想的话，老子他妈的垫着你屁股尿流，垫着你菊花的爆炸，臭嘴王，我操，长毛的那皮卡丘贼他妈好玩，外人听的就比卡丘卖萌那样，然后别人那是啥他妈的，跟我来一个，猫狗，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摸什么狗啊？摸狗，摸狗什么东西啊？摸狗叫你，叫你兄弟，你叫我摸狗干嘛？摸什么狗啊？你的我不是狗啊！我们还有一个车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车呢。神经病啊！你这个女的，你怎么走的？我能就是把这个。大哥，大哥别走啊，兄弟！啊，你们不是有车吗？只有一个蹦子。大哥，半山腰还有那个教练，我不想去。哪个半山腰？这里啊，这里、啊，这是我们开的车过来的，这里。这个车已经冒烟了，兔。没事，兄弟，冒烟啥事儿？来了，只要没爆炸就可以。这玩意儿笑死了，就是那种，你一定要成为神奇宝贝那个宠物小精灵大车，我不想。哎，那个皮卡丘的声音好像还挺 man 的。这要吃鸡了呀，兄弟，这太恐怖了！有人吗？一把就吃鸡，有点，哇！来了，别慌。嗯。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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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。秀还是你秀啊，兄弟！我来上，我来上！哎，救命啊，爷！我靠！救命啊！有个比我更秀的，有个比我更秀的。啊？什么情况？啊？有个比我更秀的。你以为把我俩炸死了？啊？有个更秀的，小鬼。啊！哎，啊？一个队友不见了。啊？好，一个队友不见了。啊！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被炸死啊？小鬼，你了。啊啊！这一把啥也没干，好不容易到后期肥起来了。我这个东南亚雷王可以吧？小鬼比我更厉害。怎么一个队友？这个别，怎么一个队友瞬间不见了？两个队友。啊！我都不知道他哎，怎么死两个呀？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呀，大哥。不是一顿春风，我旁边就死个人了，兄弟，什么鬼？飞哥是怎么死的？你被你炸死的，怎么死的？他怎么被我炸死的？飞哥又不是被我炸死的。哎。我是捏雷的时候被人爆头了，然后就是雷掉到身上死了。哦，哎，这里个 M24啊，兄弟，这不捡，这对不起。我们来欣赏一下比仓鼠王还菜的人是怎么操作的。谁啊？谁啊？啊，没说你啊，那就说的我了。是不是小鬼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比仓鼠王还菜，兄弟。
是是是，我比张总还惨。我操，这个切枪，这个切锅。嗯哼，等一下。哎，我没有狙扩嘛？我哎，我记得我有个狙扩的呀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别慌啊，兄弟，别慌。这谁的三甲还有一半呢、啊？这谁的？哪里哪里，我要我要，这有一半不要，那真的对不起自己。我也我捡了。啊？这里有个满的二级甲，你要不要？满的二级甲。满的，我有半的二级甲。你被小鬼自取三级甲。走吧走，我们去找。我们要吃鸡了，大哥。我们要吃鸡了，大哥毒来了。上车呀，大哥。来来，走走走。大哥你在干嘛，大哥？走呗。有点吓人呐、啊。这一把我要证明一下自己，先杀死这个再说。哇，你现在杀几个？现在零杀一杀。刚才好像是撞死一个还是怎么搞死一个？没劲了。大哥，对面有人打我们。这山头上也有。这忍得住吗，兄弟？这大哥，你这忍得住吗？快进厕所，进刚才那个厕所啊！我操，兄弟你也太血腥了。感觉要被人洗脸，不可能，没人看到这要洗你们脸。好的，对，漂亮，兄弟，烧死了，牛逼，我操，烧死了，兄弟，我操，这人不便宜吧？哈哈哈哈，这不都恭喜你？兄弟，疯狂换位置，疯狂换位置，疯狂换位置，疯狂。我操！还可以，哎，哎，没烟啊，有烟。你，哎呀，哎，怎么打不起八？哎，我怎么打不起八？哎，哎，转圈逢烟法，没人追得过我，兄弟，牛逼吧？试一下这个。你不会把包丢了吧？哎，外挂，外挂。这不是，我在烟里被打死，救我大哥！在烟里打死的，烟里打死的，真的外挂，而且爆。他是挂，你俩早就不用玩了。大哥救命啊爷爷，哎呦我操，我也不上了，被火烧了。大哥你别动啊，大哥你他妈的别动，不是在救你吗？还灌雷了都呀。别着急，没事，幸亏我扔了四个烟。好，站起来了，别烟了大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回去一个桶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算了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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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打我，我忍不了，兄弟。算了吧，算了吧。他妈的，再打我，再打我。哎，大哥，这是在哪里打的我？再打我试试，我真的打死。哎，救命啊，大哥！算了吧，兄弟，没办法，这个人有点强。一路十八就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要不走吧，兄弟，这里确实不太适合我。为什么会有急救车的声音啊？不知道啊，我楼下。啊，周公瑾，你现在割包皮也要找救护车的吗？我没割过，兄弟。啊，这么大老爷们没割过？我打，哎呀我去，哪在打呀？我们怎么办啊？他们走了，左边走了，我们可以跑了，兄弟。开车！哎呀，我救命啊！我死，我死了！兄弟，下次不要这么吧。你是真的比仓鼠还菜，仓鼠王菜，但他怂。你个逼子又菜又刚，跟令美一美一模一样。这么恐怖吗，兄弟？哎呀，毒了毒了！哎呦！把我打跳了，我操！不打跳他应该，对吧？我会把他杀了。打他，咋也应该能走进去，自己都是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刚才不卡那个人必死，那个开车的那个。这个无敌了，这个无敌。稳扎稳打，兄弟。本来其实说实话，都在我觉得刚刚那几个烟，你把封到人家面前，我们可以跑过去的。结果你的烟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到左边那个人，他有可能向外挂，知道吧？我的烟里被打到头了。他不是，他们都玩迷你的。这个见小狼的飞机，为什么？我的烟里被打到头了，兄弟，这谁相信？啦啦啦啦啦。
现在开外挂人真的越来越多。谢谢小狼。哒哒哒哒。来，我们去马戏换地图。OK。是新世界。肯定是有的。有兄弟，相信自己。周周，我觉得还是比仓鼠玩的好一点。真是不简单，周周还是比较冲动。会会唱一首歌。相信自己，我、哦哦哦、我肯定会唱到这歌都不会唱到是个弟弟，兄弟。那还是唱，不会唱、啊。我会唱啊。这不就是那个乔丹唱的那首歌吗？是吧？怎么想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，相信自己。再给你来个包篮和跨肩，包扣和跨肩。就是什么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，相信自己。哦哦哦哦。哦哦，是这样的。水星记。文章文档啊，兄弟。稳一点。哎，走。抢空头最稳。小翠做空顶，兄弟，你有没有？什么？没什么。麻烦一下，我没听清楚，兄弟。没什么。大哥，这只有三个人的位置，我跳哪呀？跳一号点。你跳那个黄色点。为什么我真的会笑啊？保证你笑，不是因为你笑。我可以。等到银色满际，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。没有，他只是看起来肥而已。看起来房子很多。没有一个有用的。你说这个图图啊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善良。怎么了？我不希望他充满希望啊。图图，说实话，过得不好，也想别人过得不好。我不想他失望，我现在很好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飞机，这个是 Jerry 的。我发财了，我捡到了一把野牛。那你牛去兄弟，野牛过来，我帮你染个色。可以兄弟，哇，牛逼！我感觉你这个野牛不法，这种符你都染色的吗，大哥？他卡卡符花了钱的，我们他卡卡符这个号我给封。来，来兄弟，来，谢谢。色，好。那你不是这把枪不是交出去了吗？在2到3天的工作日内还给你啊。大哥，你这总得给我点东西吧，大哥。我操，怎么枪没了吗？我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大哥，给我个本子吧，大哥。啊，你过来。大哥，你给我点东西就行了，兄弟，随便给点。地上那边后面有把 UMP。哇，兄弟发财了。大哥，走吧，我们走吧。能走。有车吗？有个四轮车。我这里有车。我大哥这里有八倍镜。我开过来找你吗？懂得来。来了。懂得 SM 我。SM 你妈什么鬼？兄弟这么恐怖吗？尺度有点大。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懂得 SM 是懂得滴滴，懂得私密我。那你不知道直接说个私密啊！你说 SM 啊？是这么写的呀？唰！人来了。啊？哪里？阿飞信有人用得上吗？你来了，好不好？这没人，这自己人。我有个好东哇，大哥给你来个饮料吧，让你爽一下，兄弟。其实我有，这么好吗？大哥走不？哎，大哥你去哪里呀？我这里有车，走，来。
上我的车。这么恐怖吗，大哥？你这太吓人了。行行，上。算了，你要上谁的？行，我上他的。不行，你一定要坐我的。大哥，到底上谁的车？我等下直接把轮胎都卸了，都不坐车了，兄弟。玩的这么大吗，大哥？全部跑飞的。哎，我嗓子好不舒服啊，现在。没事，给自己的嗓子做一个眼保健操。给他刮出血了。太恐怖了，给他做一个暗太阳穴刮眼。哎，后来证明那个眼保健操是没有用的。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反正我是做了，但是我每次做的时候都睁开眼睛做的。事实证明是没有用的吗？后来好像有人报了，不知道那个停车场报警说没有用了，然后就取消了一个保证金。不知道现在学校还有没有？那你最近做什么呀，大哥？几把？现在都做有氧运动，跳舞啊。现在课间都是翻跟头，兄弟。对，都是那种有跟斗云的，太牛逼了。稳扎稳打啊，兄弟。以前做拥抱一招，还有那种什么神坛监督小大哥，我们去那个点是有空投啊，有空投的应该是。有点血腥啊，有点恐怖啊。啊，危险！来我这儿，危险！弄他，弄他！今天让他必死！残血，残血，残血！走，兄弟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哥，快点，兄弟！弄死你！没子弹了，没子弹了，兄弟，有子弹吗？停车给我扔点子弹，我就打他。我操，这个人有点猛啊，调皮啊，有点。有没有九厘米的子弹？九厘米、九毫米的子弹？没有九厘米。我有15发。再来15发。在上面，打退了，在上面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路上。今天必须让他死在这里，我跟着棺材都准备好了，兄弟。重击打他。来来上。跟上，补枪，不要让他补掉我，我有可能打的。大哥，要不让我通吧，我就想干死他。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哎呦！赶紧上！这颜色好看吧，下次欢迎再来染色。香片五给我呗，我有维克托。好看，兄弟。香片五给我。哪个枪屁股？就是枪屁股。你剪个头啊，组长，你剪个头啊，这里剪个头啊。没头啊，这里有个头啊，这里。头，你为啥不让我剪？我有头啊。哦，我看错了，这是图图啊，图图没头啊。美女，八倍没。想要我八倍呗。嗯。哎，这是一个女孩开的车吗？嗯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开枪啊！哎，大哥，我们坐这个车吧，这个车还安全一些。刚捡到一记头没了。啊！你头又被打掉了。嗯。要逼想开车，然后带我去死。找不到。
大哥，哪里有三级甲？哎！救命呐！大哥，好大！我靠！你吓我一跳，大哥！三级甲，三级甲，大哥，三级甲。一楼要被抢，梦童谁要？被一个小姐姐抢。控制啊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要！我要！什么东西？我要！我要！你什么都要，你上车啊！你上车，哥。走吧，走吧。好，落了吗？落了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周周，你竟然碰了我几次死了？碰了我三次了吧？我最少被你撞了四五次，兄弟。那个终极，终极撞人，你是？终极被撞？你乱撞，小伙子！哇哦！撞的我都翻白眼了，大哥！翻五颜六色的眼睛。我们的车上没有油了，周周捡桶油啊！没有啊，爷爷。找一桶，找一桶。哇，一号点又有空投。我们为什么一直都是围着空投啊？我们有点猛啊。打这个地方就是打空投的。牛逼兄弟。在什么位置啊？空投旁边吗？兄弟兄弟，我掉线了。别人干嘛，图图？什么？走走！我掉线了，爷爷，马上上！石头有一个。大哥，大哥，别让我下车，大哥！我没死吧，大哥？我操！知道没死，已经残了。哦，又来人了！我操！哎，那你是保他还是保你呢？我我上了，我上了，兄弟！我要把他们这些坏家伙全杀了。怎么少了一个人呢、啊？队伍里，冲锋死了一个，左边好像来人了，我听到。有个人去送。我怎么斯卡浮在空中呢？好牛逼，兄弟 ！Nice。回来了。Good。抢空投这一队人都死了吧？没有。我看是直死的呀，你杀的那个。他们这是晃晃悠悠晃死了呢，这是。哎呀！没有狙击炮。没有。没有狙击炮。没有没有。救命呐！救命呐！救命呐！被里外夹了。Good job.